胖头。这把刀是哪儿来的？今天你不是我杀的，儿子，杀人了，杀人了，杀人了！别碰他，滚开！滚！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吵什么吵什么？哟，长头，这怎么回事？您终于来了。这老太监报的警，但是呢，现在又不让我们动方头的尸体。走走走，老爷子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您这是干嘛呀？这是不是不太合适啊？是我儿子。这是您儿子？儿子，那清朝晚了，我一个太监不人不鬼的，是个人他就欺负我呀，出门遭人抢，进门挨人骂，是你暗地里保护了我呀，要不然的话，我早就被人扔到野地里喂狗了。8年前秦家那场大火，是你把我从火场里背出来的呀。那个时候我就认了你当干儿子，可是我这心里边啊，把你当成亲生的呀。方头是您儿子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啊？是我不让他说的。堂堂的一个县警局的局长，让人知道我儿子他干爹是太监，我得替我儿子着想啊。好了好了，老爷子，这事儿我以前不知道，现在我明白了。儿子，老爷子，现在我们要给方头验尸，然后定案，展开调查呀，这样才能早日捉拿凶犯呢。对，对，一定要抓住那个凶手。我要一口的咬死那个杀了我儿子的凶手。来了，哎，来了来了来了！哪位啊？哎呦，二位，这是秦四爷，令郎涉嫌谋杀方局长，已经被捕了，我们奉命来通知一声。这是你爷爷的随身之物。怎么样啊，少爷，缓过神来了吗？要是缓过神来了，咱们得聊一聊了。人是我杀的，有什么好聊的呀？少爷，您要是这么说，这可算招供了。这可不是一般的命案，我这一旦要是落了笔，您想翻案可是不容易啊。我就没想翻供，人就是我杀的，就用的这把刀。那你为什么要杀方局长呢？我瞅他不顺眼，
不要开玩笑，看着不顺眼就大半夜跑到人家去杀人呐！凶手在哪儿啊？老人家在哪儿呢？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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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说少爷，我可没时间跟您开玩笑，照实说行吗？好，我说。因为我记不起从前的事儿，所以呢，我就想请方局长帮我找回以前的身世。可是呢，他又非让我帮他找一个什么东西。什么东西啊？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，他就拿了半幅画，说要根据那个画上面去找一个什么东西，我都不知道，我哪儿给他找去啊？所以昨天晚上我去找他，我跟他说我找不到，他就翻脸不认人了，不光骂我还打我。那后来我就跟他打起来了，我失手我就把他杀了。您看看，这是您自己说的吧？没错。您可以签字画押了。哎，兄弟，兄弟！你们长头在哪儿办公啊？哦，二楼那间就是。你们呀，就从这儿上去啊。哦，谢谢。哎，别客气。走。在这等着，我先进去。爹，听话啊！长头，长头，四爷，我想见见我那傻小子。哎呀，四爷，哎，您先坐。哎呀，别，坐不下。您，这我怎么跟您说呢？这四爷。您来晚了，来晚了，什么意思啊？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走，我跟您直说吧。傻少爷已经招供了，说方局长是他杀的。你胡说！金小姐，这可是县警局，不能乱说话啊！你，我家傻大怎么会杀人呢？四爷。您看看，他已经自己招供了，少爷已经签字画押了。这是你们，你们栽赃陷害，人证、物证俱全，怎么叫栽赃陷害啊？你说话要注意分寸。长头，长头，我求求你，你让我见见我那傻小子吧。子言，杀人可是重罪。拜托了，你一定得多关照我那傻小子，我谢谢您。哎呦，四爷，这您放心，我保证，少爷在这儿半点罪都受不着。走，走，爹，走走走，那您慢走啊，我就不送了啊。头领，我觉得。您无需再为小姐操心了，哼！不管这个事情怎么发展，小姐早晚有一天会回到您身边的。放屁！我要她回到我身边干嘛？我是不要她和秦建那小子搅和在一块儿。出去，出去！
哎，头领，您这样，您再听我说一句，行不行？说，说的不好，二是军棍。我和您说啊，据我观察，秦家那傻小子，他是真的不记得咱们家大小姐了。现在是什么呢？咱们家大小姐剃头挑子一头热，我觉得呢，等过一段时间，咱们家大小姐把那小子失忆的痛苦啊发泄出去了，这个事情就过去了，对不对？现在呢，您啊先顺着他，啊，是吧？让他觉得您是这个世界上对他最好的人。如果您非要跟他拧着干，那我怕这个事情啊，恐怕会适得其反的。不过这秦家人贼得很，我就怕这。我跟您说，我看到的，就那傻小子，为了救金家那丫头，连命都不要了。您说这能假装吗？啊，移情别恋，要比失忆，那可更能让人死心了。到那个时候，咱们小姐死心了啊，您把那小子弄过来，想枪毙他几回就枪毙他几回，那咱小姐还能怪您吗？您说呢？报告，进来。报告统领，外面有一个叫金正武的人要见您。叫他进来。是。去。金四爷，您请。永和，正武兄，来来来来，坐。哎呀，让你失望了吧？啊，昨晚上啊，我哪儿都没去。至于那个什么方局长，我还真没把他放在眼里，让他呀，给我玩蛋去。田林兄，你说的不错，那方局长真完蛋了，这会儿怕人都已经凉了。啊，真的？嗯。哎呀，哎，你不会以为是我干的吧？不，随便啊，反正啊，这虱子多了不怕咬，就算是我干的。我那个义子傻蛋说是他干的。哟呵，嘿嘿，秦家人什么时候有种了啊？我断定不是他干的，他是带人顶罪。我来啊。我明白，你是想让我帮忙救出那小子。我告诉你，我儿还有个女的，她叫陆雨涵，她说是她杀了方哥，跟那个傻瓜没关系。陆雨涵，那就是陆天林的女儿啊。就是她。啊，她这是逼着陆天林出来要救那个傻子呀。哎，不成不成不成。哎，爷爷，咱们都人赃并获了，他还能翻案不成啊？你可不知道陆天林是个什么人呐，他要是出面，那我儿不就白死了？不能让他得逞，不行，不能让他得逞，不能让他得逞啊！过瘾吗？